Así.就是这个调试操作打开了，嗯，油泵打开，嗯，油泵打开，对，就好了。问一下，嗯，然后就是说，把这个右上角第一个挖掉，把第一个爆掉，对，这边咬口，咬口一定要找到后面。咬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印刷机之后的，对，就磨切机它那边有一个基准片咬口。哎，要把这些全拆掉是吗？对对，把第一个挖掉。挖都挖。拆一下就好。好，都放到这里面。嗯、放到这里面。嗯。我把这个到后面去。点这个。把那个钉子的，啊，点。这个下面的这个就省钱，这个东西它就省钱，一省钱了啊。对。前后左右就是说，前后左右把这个孔移到那个中间位置是吧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我稍微对准一下。就是中间那个长方形要在这个我们这个产品的里面，啊，中心。那就是我跟他说一下，这个东西在工具箱里面，让他贴一下。海绵贴到模具上方吗？这个就是为了防止纸张那个拆出来有痕迹啊。对。它是不用锁的吗？不用锁。啊。然后你拔一下。上下去了，点退出。嗯，我这里有一个指块设置。嗯，我就先点这个拷贝。嗯，拷贝它这个原点会出来。嗯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是间隔数量。嗯，间隔数量。嗯，一个是 X， 一个是 Y。嗯嗯。X 是和 Y 是数，然后就是怎么量呢？你从第一个产品量到第二个产品，嗯、同一个点。同一个点，对，是同一个点。你现在是量哪到哪？你现在量第二个产品吗？我从这里开始嘛。嗯。我量到第二个产品就量到这里，同一个点。它是110。对，110。这个要量得很准，嗯、就是说。我从这个产品也是量到第二个产品同一个点。嗯，如果我从这个圆这里量，我就要量到圆这里。嗯，它尺寸是一样的，这个尺寸是一样的，嗯嗯嗯，也是110。这个就是它自己磨切的那个。110，7、2、3、4、5。嗯，我就15个。这歪着竖着。它这个拆不了吗？这一盘？不拆吧，拆起来效果不好。啊。这里就量到这里，就是从这个边量到第二个产品的这个边。嗯。25。五啊。50。50，对，50。对，就是50。数量7个就数7个。嗯。单独的就很简单嘛，这个放进去的这个。这是放进去放到位了。嗯。然后把这个。这个螺丝松开。松开。
车砸过去，飞上去啊？对，砸过去，上面飞过去点，这里稍微用一点点的，弄紧一点，这不要太紧，也不要太松，对，正好卡住就可以了。拔不动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它这个就是，如果纸张会移动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拉过来啊，固定。那这个我就把这个位，把这个视频就放。对，好的操作。把这头压下来。压的刚好跟这个椅子差不多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压在这个纸对上，纸对上面。好，不要压实。不要压实。对，不能压实。就碰到就好了。就差不多越近越好。越近越好，然后这个要能活动，我这个已经压实，压实了就不行。压实了就动不了。对，压实了能活动的。太高了又不好看。反正就哦，就是我们也不放那个这个了，就是这个长条的就可以了。这个长方形的就吊牌很简单啊。对，这个也放一个短的，等一下放一个短的给它。放左边啊。里面我看不到，等一下。就大概就这样，距离这个背边2毫米。2毫米。对，这里距离背边。哪里啊？产品跟产品跟这个杆子之间距离2毫米啊。对。好。前后都是2毫米是吧？这个后面这根再往前推一点，因为它现在还在产品上面。再往前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这样子都没有压到，对。好，那不用，我就直接描述四个螺丝锁紧啊，四个螺丝锁紧。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装。好，这一定要升到最顶。升到最顶是吧？对。退出。这个操作界面。这有个半自动。打开。打开。然后点这个停止。停止启动。你拍一下下。在那里按。它就是会一个一个来，按顺序根据我们的那个设置的参数的那个距离一个个进行啊。这个点手动打开。手动打开半自动它自动关掉的啊。对，然后点这个调试操作，把这头压下来。这样子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就是那个孔目的。检查一下这个里面。压条有没有压住那个产品？对，看一下有没有误差。现在我们好像有点误差。也没有压住吗？现在？那是刚刚跟刚刚比较。对对对，前面好像有一点点误差。可以了啊。等一下，检查好了，你点这个拍一下。升上来。部位。退出，你这个半自动开，然后你扩大一下，
已经启动。对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点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开到这个场景，这样停止启动。停止启动。把这个那个。压下来，对，我点一下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点掉。嗯，中间的气阀，气阀掉下来。嗯，这样点下来。嗯，然后，然后再点这个停止。啊。这样子，嗯，大概这么长，要贴满吗？那里差不多吧。这应该可以暂停，没关系吧。嗯，可以。这样子。嗯。检测。对，海绵贴。设置参数的吗？对，要设置。哦，它这个也是动的是吧？把这个机械手移动到这个产品的那个位置啊，夹位啊，叫夹位吗？对。哦，在海绵内，到能夹住的位置就，到能夹住的位置，我就对退出，这个参数设置，这个参数设置，参数设置，我就把这个位置确认，点一下再确认，点一下，这个位置就下来了，记住了，对，记住了，好，接下来调这个机械手的松紧度啊。把这个移回去啊！移回去，移到这个位置，你看一下，移到哪个位置？我不是这里贴海绵。嗯嗯。等一下，这是那个对，机械手的中紧度，对。夹住的情况下。对。然后这个这一块区域没有海绵的这一块区域，嗯，我就把这个拉过来靠住，这边拉过来靠住，好，看得清楚，清楚，位置，对，确定好那个位置之后，然后把这个螺丝给拧紧上，对，这有两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。再点一下，把它松开。这个是左排。可以。松开，然后把它退回。退回。退回了。点动阀，让它升起来。看到了。再把这个。好，就都。
来了，然后就点这个。嗯。现在就一次，可以。